怎样才能有女神般的好发质？发圣吴依林教你正确的洗头方式。你吹风机吹上去就会马上知道你是不是洗头。做对头皮保养以及正确的洗头方法，要梳头发啦！你们这些哎呀，让你秀发健康，回头率激增。对啊，这样说很想要跟他当伴侣。对，更多精彩内容就在4月9号，不准不漂亮 ！ET Today 星光云播报 Live 直播。